中国传统兵器格斗对抗，魔军对阵崔敏俊。现在登场的就是蓝方选手崔敏俊，他的使用的武器双手剑。魔军他今天使用的，能够很清晰的看到，这就是凤头个，就是单击对手头部。哇，跪地舍身旋转的这样一个动作。对，双方是互相击倒。红方刚才又是对于对手躯干有一个单手的横扫。是，哦，连续的转身。好，蓝方刚才得分了。对，蓝方刚才是一个前刺，然后进攻打到。双方互相砍中，红方得分。哦，这是一个舍身的动作。红方得分。哇，直接捅到了，直接是到了咽喉的位置啊！凤头哥，哦，换了一种吃法，现在相当于一个长兵器了。对，这时候捅到一个洞，哇，这边转上来之后往下劈到了。然后还是看得很清晰的，至少在我们这个位置。对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